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比丘比丘佛，悉发比丘僧，今愿提离法，令正法久住，善护于口言，自尽其自意，身莫作诸恶，使三业道尽，能得如是。受戒缘起篇，我们看了缘起方便十法次第，看到教发戒缘那个那一段啊，这是第三这段文呢，是讲一个是缘尽，一个是心量。就是我们所要缘的尽管，所以心要管，所以先要了解尽如何广遍，然后才知道心如何去缘此法。那么这里所讲的尽呢，如果多的话，这里讲到说如果多的话，那含摄的很多，如果在别抄里面讲可以三十一指，总而言之无非是情和非情两种，也就是说以情非情作为所缘尽。那么情非情包括有情的正报依报包含都在内。那我们看1025页，初中所发戒相乃有无量，就先提述起来一句话说呢，是戒有无量，所发的戒那个戒相当中有无量。为什么会有无量呢？因为我们众生所过去世所造的业，就在这一个山河大地当中，以一切有情造的业，也就偏满这个法界当中。那么那个恶业也偏满法界。在经中说，如果我们的业相有形象的话，整个虚空容纳不下。也就是说我们从成点劫以来一直都在这个世间呢造种种恶业，因为业是无相，无相则就遍满一切处。那么现在要把这个恶业翻过来为善业，那么恶业之管善业亦复如是，要相翻所缘。由未受戒前恶遍法界，今亦尽受方前恶境，并起善心。善心就是说对以前所造的恶业，乃至说我们现在所言的这种尽都是属于恶，那么现在要把它转过来为善，就是所以就讲说戒发所因方遍法界，因就是因所由，因此尽而产生遍缘法界。若随尽论，下面就讲多的意思。从这个尽来讲呢，如果别抄来讲应该三十一指啊，其实记文下面会说何止三十一指呢，要去阐述具体去阐述，那就多。要而言之，就总而言之呢，不过情非情两种。那么下面立即就空有灭理和经相这几种来说明。
说以此法来，借助此法来说明，空有是叫做化相法，灭理叫离体法，精相叫住持法，就这一些都包含殆尽。有佛最初成道，才有化相的示现，这化相法。那么这个化相法呢，是属于生成所摄。是可闻尽，因为佛以音声说法化相，释迦牟尼佛必须以音声说法，所以它是属于声尘，音声是属于声尘，是可闻。因为灭理涅槃，灭理涅槃，这是属于离体。我所阐述的教法，无非令众生证入此灭理，就是说离体。这个离体是属于法尘所摄，是可念尽心能源，以心体演出一法，有心体源是灭理。灭理由心起正，灭理不是眼睛能够看，不是耳朵去闻，所以要内心去清正，此法才能够了解。精相呢，好，我们刚才讲精相是住持法，因为活入灭，精相留下来。经书佛像留在世间，经书佛像它是属于可见，属于色尘所摄，塔呀庙啊，我们现在的经书啊，是可见。那么这个三者的次第，比如说所证之离体，佛以所证的离体，然后呢用生成演说出来，你证得你才能演说，你没证得如何去演说的？证得此灭地之理，以深沉善巧方便，借用世俗的文字符号表达矣。是的，那么这就叫深沉演说。那么弟子们皆集为经典，流传以未来，就叫皆集为经典，这就是经相。那么这一些都是属于发界的对象。下面说为什么这些都是属于发界的对象，我们往下看。空有二谛，灭理涅槃。空有二谛是属于我们刚才讲化相法，灭理涅槃是离体法。佛说圣教文字经说现形象塔庙，这都是这一整段这三句下来都是属于住持法，就是从 法那么就从三宝来讲啊。那么下面呢包含了我们这个世间的情非情，有地水火风空非情，十是属于情，就是以这六界都包含色境，就法界为量，并是界体，就说以上这一些所讲充满法界，充满你看地水火风空十就充满法界所有，就以法界为量，那么这些并为界体，你看这界体大不大呢？所谓法界诸法各个分歧不同，叫做法。法是种类，界就是分歧，就此一法此一法它各自有不同，你说这一法这一法这一法都不一样，
它各有分歧，那么这都是属于法的范围。那我看经文，四境中初科初二季总是界量，这乃有无量界所发的界相呢，有无量。下面是界变所以，为什么会遍满法界，就说明尽管尽本无恶。尽本身不能说那个尽是善是恶，尽本身是无忌，它不能说善恶，因为众生心有恶故，心为罪数，若恶心该变故焉，恶尽了。戒发所因即是诸尽，为方恶心片戒尽即片，欢此恶心，因为尽片一切，就是说我恶过去的恶心恶业所造偏满法界，即是所造的恶业是哪里造，就在这个法界当中的尽善所造种种恶业，所以先翻至此心即为善。落下正列镜像，上面是总的来讲，下面是分别说明初三句。落下这个初三句，就是若随境论那个地方说，有是别处一卷借方便相，每字将受一说引发，就将另外出一卷，要受的时候啊，把这个道理依次说明。未详何人，这里头不知道是何人，可能这个文已经失传了，其文已堕就失传，量已无他，只是长眼情非情，他所讲那么多意思说总括起来也没有其他的，就是情非情的道理。必伪劣何止三十一字啊，如果说详细的说明把它列出来，其实何止三十一字，法界诸法三十一字怎么会表达得完呢？所以这么管竖起来从略的话呢，不出下两行字文，下面两行字文就是清非情空有二立灭地佛说这个点这么一段文，就是说不超过这个范围。要下呢错是有三，我们要下提示有三，就是要而言之，不过情非情，一直到后面这呢一段，它都分成三段来说明。第一个讲说情非情，这是总的来讲，此二总摄十戒一正，十戒就是十法界一正二报，就是总空下呢是第二，它又分成三嘛，空下是五句啊，别举二宝。那么这一段文别举二宝，缺哪一宝？就生宝没言没讲，因为包含在内而已。但是这里所提的文字上讲二宝，即情非情，净色失尽。唯则一难故系别事，本来是笼统的讲情和非情都包含在内，怕有人呢会有一难，故此分别说明。上句名化相法，就是空有二谛，那叫化相法。佛说四谛，即是四即出世防胜因果苦集道伤，名为有谛。四谛也可以从二谛来说，苦集道是要有谛，灭即是空理，就是真理第一谛，因为真俗二谛，所以是这样分法。而佛无非是讲这因果的道，真俗二谛之理，讲苦集灭道的道理，就叫做法相。最初佛在世间示现，次第是理，也理来讲就是离体法也，义善空理是教所摄。那么这个地方上面所讲的空有二谛，跟这个地方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呢？
上面的空有二谛，跟这个地方讲法离体法也，那么有什么不同？这个地方说善是空谛，是教所摄，就是前面那个地方讲空有，这里有空空有，空有二谛，是教所摄，所以教所摄。下面那个讲灭谛之理啊，是离体是为所证，这地方要注意一下，他们没学过，完全学过教理，我们会迷糊。这个上面讲空有佛说法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世俗谛，二以第一谛，意思说佛说以这二谛来说法呢，是属于教所摄。教所摄的目的就教理所阐述令众生其证那个离体，这样了解吧？再讲一遍啊，前面这个空，本来说空是理，是不是？空本来是理呀，它是也就灭谛，灭谛就是空，空不是理吗？说这个地方善即，就是他从这个文当中善一记的空有二谛那个理呀，空理呀，是属于教所摄，也就教所阐述什么是空，什么是有，用教来表达出来。所以在商论中，嘉祥大师啊，他对商论中后来到涉山以后，从法然、生前、生前法然到吉藏大师，他们商论中说二谛有分成理和教，乃至叫一谛，他还这样分，一谛就指的是教。只是一种文字的阐述，让你证得这个理。那真正所证的这个理，就不能够用文字来说明。这里要了解吧？一个是能所，能阐述的是从教来讲，所证的这个理体必须要离一切相。再了解吧？是这意思说，你乃至说禅宗里面所讲叫说，你不要去用文字来讲。不要去执着于文字，要离文字相，离一切相，那这个时候叫你说去证这个。可是禅宗还有种种语录，紫月录啊，景德传灯录啊，它都有那些文字啊，那些文字呢是教，而你证的这个理那是离体，必须要离相离教，是这意思。就是说上面的义三义，这里讲说义三空地，义三上面空地是教所摄，那么上这个地方所讲的灭地这个法呢，是能证的离体，上面是说能全的教相，是这意思啊，有分别。佛下三句就是住持二宝，佛说圣教，然后文字经像塔庙，那下来就三句呢，是住持二宝。塔像是什么宝？佛宝。紫金就紫簪经书是法宝。那僧宝呢？是吧？戒仪就是戒法。当作佛宝，然后呢，紫金就是我们这个紫簪经书，称为法宝，因为它住持，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引导众生证入那个道理啊。你没有经书，也没有戒仪，比丘必须要有戒仪啊，
说他才能够证。我们拜佛，他通常找个像在那里拜。你说拜佛找那个墙上拜，大家好像觉得没东西吗？是不是这样？其实佛有没有在那里，拿个像他也没在那里，让你圆此心。圆他能够启动恭敬心，没有回向在这里，你就不管随便。如果这心量拿掉了，我们就没有那种恭敬心，就是相能够摄众生心而已。所以这个相呢，能够产生众生的法身慧命。那离体的三宝是以五分法身为佛宝，灭理无为为法宝，声闻的学和无学为身宝。上面说离体讲到这个三宝来讲，它有个住持和画像呢，乃至离体，我们通常讲的离体。那么这个呢，住持问：此病非情，何须从己啊？意思说上面不是情和非情都已经包含在内，为什么这个地方所讲的经书佛像那些都是属于非情的范围，为什么要从举呢？他说恐为慎境非戒言，以为说慎境不是戒的言嘛。我们上面不是说以恶境遍满方二境为善心所言，这样呢就成为戒体。那比如说佛像经书那是慎境，乃至灭地治理是慎境，怎么能够成为戒体呢？所以说要说明一下，就包括十法界一正，十法界不是包括佛界吗？是不是？对，都包含在内，都是所言的。下面会说明说法理二法因何发界呢？法相三宝，法相之理乃至呢理体，这两者怎么能够发界呢？就佛最初成道，你讲四谛理呀，乃至说那种无分法身灭理无为，怎么能够发界呢？疏云他们解答说：既有损坏毁谤异故，这里说有损坏，翻过来呢，既有赞叹护持护法故，你都产生功德啊。毁坏是如是，相反过来，我是赞叹保护，依然产生功德，令后人善根缘系，这就因为戒的功德所在。下面如果如提婆达多破法之类，他损佛那种法仪，佛要化导众生，佛的教法他有他的行威仪，就损佛法仪。他毁所证之理，或者说八正四依，他把这个法给毁了，那就是毁坏所证之理。那么这一说等于这圣境也为戒体所缘。问画像不明佛，住持不言身者，这为什么这样？画像不言，因为这讲了二宝，我们画像讲空有二谛，是不是？空有二谛没讲到佛呀，住持不讲到身，住持讲佛且说圣教乃至经像塔庙，而没有讲到身，为什么这样呢？答说情所故，因为它是属于情所，这里讲非情，它是情所摄。理中佛身即无别体，佛和身即理理来讲是无别体，因何何故？所以可知，这是第二，因为这里说出要而言有三种嘛，情非情种色是一种。那么下面的空有二谛色是一直下来呢，讲的是画像离体乃至住持，这是二。地水火风空那是三。下面有二句，别取六大，通常我们叫四大，若加上空和实就成六大。六大当中善五是属于非情，就地水火风空是属于非情所摄，后一是情实。我们不是有忌寒食，有寒食吗？就是属于实，是有情。
其他几种可以理解啊，就六大当中的地、水、火，这个可以理解啊。分空即实，这个镜像比较难见，故铺稍微说明一下。风怎么成为界体呢？风、空、实、地，知道我们说山河大地，我们所依的这个依抱。水也可以，水因为它都是属于色法这个范围。那么风、空、实为什么也是属于界体的所言的范围？哎，下面怎么讲看？如道界当中讲的，道界讲的就有讲到六大的。看过界相表记，就是你们学过界相表记啦。那我问大家说，风怎么讲？你们学界相表记吗？风怎么讲？界相表记恐怕没有风，没有风的话，有吧？界相表记有风吗？就是道界。道界写完了吧？怎么讲？记得吗？空可以理解占空间嘛，占空间。比如说你建房子占空间，地不占占空间。现在城市人常常有这样的，地不占我占空间，是那也是属于说那个道界的范围。但是界体是容摄一切，你要护持界体，这个道界叫界相，就是护持这个界体，当然包括这个范围。风呢，它不是里面讲的有人咒熟啊，把那个药涂在那个扇上面，药涂在扇呢，就摇那个扇呢，涂在上面，你摇一下能够治病。他花出来那股风可以治病，就比丘去偷摇不给钱这种情况，就是说所以风这方面。那我们现在这个风就可以理解了，电风扇呢，你不花钱呢，人家电要不要花电？你要电的吗？你风扇吹过来，空调器也是要花钱，那你在那里享受的话，那就属于风。过去的风只能说它有那个扇涂药，你现在可以这样理解。实是一种方术，自解。你教人家学艺学法，你要给钱呢、啊，你不给钱，人家不会白给你讲。你比如说看风水啦，看病啊，那医生要告诉你一些道理呀、啊，那就是叫做一种实方术，内心的世界的情况，那是道有道实。你偷听不罚钱，这种情况啊。说道界当中说一户西子随界多别，但是说这里立即道界来讲的，其他界意思如沙，如银沙等当情境。银和沙那只是说情境来言，沙是沙害有情啊，银是说众生身体。如绝坏为灰情，这个可以理解啊。如道妄等，如道界和妄语界当中呢，兼二种，它有兼二种，何以兼呢？为兼二种呢？道分四组，这就属于情了。道分四组，哪四组？三趣，是不是？人、灰人、畜生，三宝。道界一分都有三宝物，叫做四祖。物兼六大，就是东西包含的这四种。记住，地水火风空时已经包含到完了，色境
这个范围。那么六大当中，五大是非情，十是情，所以说它兼二种。妄对所狂，所狂就是属于情，你肯定要对人讲的，对木头讲他不换中介，你对墙壁讲那是灰情，因为对情就是所狂。但是他想的是得到的东西，就富贵利养，他目的打万仪的目的呢，能够得到那些物质的东西利养，那就属于灰情就两种啊。这范围我们讲的这三句都讲了，下面是最后一句，叫做法界为量，并是界体之总结。言法界者，若就教现这举三千大千，精通言义。这个法界说，如此一个佛的法图呢，就是就教现指一个是一尊佛的法图。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图是三千大千世界所备的这个范围。今从原意，从原意的大乘言教之意，悉论十方法界。你看他就广了，不只是三千大千世界，而三千大千世界已经够广的了，还不够。十方法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是法界。无作之体称净而发，无界是这个体呀、啊，是以十方法界之净都产生都发了。你看呢，十方法界的众生有多少，诸佛有多少，菩萨有多少，你看看那个界到底花了多少，摩罗罗是不是很多？故云并是界体呀、啊，那就是非常的多。因为估计说这里检点一下，比如说他们检证啊，会证啊，他讲说那个界境，有的叫做领那的心相为体，或者说界境为体，就是今世界境。也有云此是能领心体，尤其只是会证讲能领心体，就是说这是不对的。一说心很广，这里先说尽管你心系缘，尽这么管心要很管的心系缘，这样才更管的意思，不是只是指心相而已。因为标中显德当中只是指的是心量，心相来讲解体。那么这里所讲的说从尽来讲，尽管，所以你心应该管。下面引证，上面是这样叙述南山的叙述故事，下面呢引善身经来讲呢，说众生无边故界亦无边，就从有情来讲，众生无边，他所产生的界也是无边。如果一杀界不杀一个众生，起这么一念，所有的一切众生皆得界，就从这每一个众生当中多产生一个功德。这界体是这样子说，界亦无边。差不多里面讲说呢，他比如说以揭谛来讲啊，我就挥众生善，义德无量。上面是指众生讲，那么挥众生讲呢，也是如是，如十方大地下至空界，空界就是我们的世界的构造，就像是分轮、空轮，然后水一直这个经轮上去，那么一直到空界当中。如山如尘，若山如尘，并得其罪。你看看那个十方法界的地有多大，从我们众生所住的地方一直到空界，三亿个微尘都得罪。那到底有多少个微尘呢？就是说遍微尘界里面都有。你看法言就讲这么个道理，讲微尘界如此之广，就善法如此之广，就并得其罪。那么这样翻过来，经方为界善，故遍陆地啊，都遍所有的陆地当中都遍满，就只一城而已。就掘地一界来讲，掘地坏鬼那个坏鬼神村呢、啊，还有个掘地呀、啊，若直接叫人掘，那个就挖地。挖地，你看那个你判那，你们判说，乃至故意去山如文子角，
那个地就三炉蚊子那个脚一样那么大，都判犯。那么十方法界呢，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这么一听好像很玄呢、啊、你仔细一想，他戒之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广，他必须从近广这样来说明，你才能够了解。所以说你要远景要起这样的心实在是很难的，就先要了解境，才能够发起那个善，所谓的善品心。否则的话只是提醒大家你们要发善品心，只要发成佛之心，只是这样讲而已，下面讲说那种发心还不够圆满，必须要了解境而已。下面又是善生经分成两段，它是分开来的，本来就有五种的。上生讲说大地无边界义无边呢、啊、我们这个大地是无量无边，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只是看地球肯定是有边，地球有多大，佛教的眼目看得很广，不是看那么小小小地球而已，是不是？你菩萨一旦乃至阿罗汉，他们得神通看这个世界只小小的一点点而已，阿摩罗果一样，一小小个而已，他光法界所有的佛土无量无边他都了了分明。那我们这个所讲的说地无边应该是十方法界，对，界义无边，草木无量，海水无边，虚空无际，界义同等，立即这四种，一个大地，一个草木，一个海水，一个虚空，都是无量无边，所以界义无量无边，是如此之观。好，我们看经文引证。前面是讲有情劝众生，众生无边，戒义无边。这个本来这一段文应该跟善生经下一段文的相连，这五种就比较清楚了。那上下是差不多，讲非情，非情尽观，且己地尘是其多相，以地来一种来说明。下面的互引。事物转正，善生五种，善生五种就前面加上前面那最前面那一种，就众生无边戒义无边那一句就五种，下一文只是四种，是不是这样？就前后离明，就前后分开来说，若复细论饮食衣服房舍卧具禅住现前四种生物，行住坐物胡想位移大小便利，一切作物无非自法。你看见没？戒不戒就是这些范围之内啊，所有的一些饮食起居都是属于戒所制的，重乃至轻，所以所谓生然忘记，何事非辞，若不尔者起名为具足。所以为什么要具足戒，就如此是圆满，一切都包含在内，情非情皆产生戒之功德。若不先发行至何生呢？你不先不发得这个戒，后来的行有何而生？故知受前欲系伪学，沙弥见位正存以此，今时昧教随父知之。你看沙弥应该先个了解这个戒经。如果说他们是灵魂，其实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你不让他了解嘛，其实有违祖师的教导，你让他了解太多呢，他就不得戒，更不得戒。他说这个发戒境应该要让他知道啊。差不多云心受戒人一佛其等，那个就下面显德探德，现在探戒德啊，那就是说这跟大乘菩萨戒一样的、啊、大乘菩萨戒怎么讲？众生受佛戒即如诸佛位，是不是？你看众生受佛戒他就能够入佛，这你看以佛其等呢、啊、那是从因说过，不是说啊、哦、受我的跟佛其等我们现在就是佛了，这又要分开，凡圣有区别，从他的因来讲乃至将来那个果德都是从这个戒法而产生，
基本从现在开始，所以叫基础啊。就我们建这个大楼这么高高上去，因为下面做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房子建不上去。凡夫受戒持戒，他所期是成佛，故此则起这么一念心呢，以佛其等，以此而推出家僧尼，真是功德善法之具啊！你看见没有？真是善法之极，善法如此之多。说你受戒没有戒，我们为什么说南山一直强调说你受戒一定要有戒，受戒没有戒等于说没有这些功德呀，是不是这样？等于说光头熟汗不产生戒的功德，很重要，要强调这一点，一定要有戒的功德才是呢功德善法之举。位尊人天良由于此，他为什么会人天所尊仰所恭敬，是人天的福田，因为有戒的善法，良由于此，就是因为有戒的缘故，他有如此之多居善法在。如果你真正能够这样的话去修行正道，还有什么不能消的呢？接受信施乃是住寺庙信徒供养，没有什么不能消的，他可期是成佛。相反，你如果有损减的话，那就有罪过。佛门当中功德很大，相反过来罪过很大，也是一样。所以说在下人他懂得因果，他去供养禅住，供养三宝，功德之大。他盗生物，破坏常住，所以他罪过之深。佛常常讲说忤逆时刻都可以救，唯有盗生物不能救。为什么？生功德是如此之大，你去损减他，你看罪过有多深。他不论受而记持，功德难数啊！他不没有讲说受能够记持的话，那就功德那就更大了。若毁破者，忧虑无边呢、啊？受了以后，如果有毁破的话，他的功德还是无边的。那么这样说，那我们破戒功德无边喽？相比较损减来讲。故事论里面讲说，破戒比丘虽是死人，这就我们上面那个生往篇当中的时论里面，破戒又是死人呢、啊，是戒一粒，犹能是以人天道，是以人天道行。他虽然已经破戒，但是他还有一个身相形象在那儿呢。能够引导人天行道如何去做，要讲几下几比喻，有生往片当中有四种比喻啊，牛黄、蟹香、烧香，还有一种什么？记得吧？眼药，是不是？眼药等意，在他这里略了，等包藏在内。所以佛说偈子赞叹说呢。张普发虽为胜以一切法，破戒诸比丘优胜诸外道啊！何等的赞叹这个僧，出家僧比丘有多么的重要，即使破戒比外道还要强。外道引诸众生进入邪见林，造种种恶业，无出三界之起，所以不一样。比丘即使破戒说他能够是人天道，所以我们修道人要有正知见非常重要。即使有正知见，你自己不修行晃的晃的，你能够引导别人。你看看，如果说你自己呢样子都蛮好的，可是呢没有正知见，照样引导众生走恶趣门。好，我们看显德记文，他出引字，凡戒因行，凡是戒是从因行来讲啊、那么活戒果得防胜优劣，实非相拟。那从果德来讲呢，不能相比。一往且望清净一同，故说其德。从因地这来讲呢，那个清净那个样子啊，跟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众生即使经常常讲的我们在防不减，
在圣不争，那是什么？妙明本性。那个妙明本性就是清净，与佛相同，那个果德完全是一样的。可是佛已显，我们众生未显。我们通常叫做未得，其实不是从外得，只是从内心显出来而已。我们通过持戒修行，使内心那个本具的妙明本性呢，让它显发出来。可是没有显发出来，我们的活那个功德就没有，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我们众生就没有。可是具足的有没显化出来，就从因地来讲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工作，让它显发以佛其等，从本性那一念来讲是一样的。以下呢，就人来显圣，就破戒和持戒来讲，圣法在善法具足，这个出家真是善法之具的那个那段，然无边戒法归无尽暂时。你看无边的戒法，那就是南山所要讲的暂时的种善法种子，把这无边的善戒法呢全部熏到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这个种子呢是成道之基，所以说成善种子做圣道之基，方无始而言即为戒上，便有漏苦报成法身。你看这功德有多大呢？我等因何不自增进呢？你看和这戒法有何等的重要。佛恩深重，魂骨难朝，我们他的浑身脆骨难以报答佛的恩德呀。我们如何来报佛恩？所以要少戒法，依佛的教导秉持，那就是报佛恩。这苦海导师修宅慈父，苦海佛在我们众生漂流在苦海三界当中，佛作为导师引导我们登彼岸。修宅慈父出在哪里？对不对？他读法华经就知道，那朽宅要倒下来，火着了，那个慈父怎么办呢？叫他一帮儿子出来，他们不出来，我就想方设法说外面有很好玩的东西在外面的鹿车马车牛车，你赶紧出来。出来以后没那么多车，只有一车，就是一佛城，只是一佛城，其他只是方便。前面讲那些啊鹿车什么车，那是方便而已，只有一个大白牛车，一佛城。这就是慈父佛，你看见吗？以佛出现在世间内，以无数方便因缘善巧引导众生证得那个本来的面目而已。所以我们呢学来学去，就是说那都是一种方便而已，目的呢是证那个究竟的本性。可是没证得，你需要这些种种法门，还要持戒，非常严谨，忏悔小罪大罪依次的忏，都要这样做。你说我本际都有了，我现在就是佛了，有那功德吗？佛脚一伸地下，他就是变现琉璃世界，你便便看，对不对？他方世界说国土如此清净庄严，那有些弟子说心里怎么想，说那我们怎么一直不知道呢？我就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那样。你看他就马上换录像了，换一段录像在勺子上面，你们看啊，大家就信以为然。这么一换录像，他们全部悟道而来。最笨的人底下的人呢得法眼镜，最笨的人得法眼睛。你看换录像，我们一换录像恐怕晚上回去还颠倒。我们要有时候换录像，人一看呢就起颠倒。佛一换录像，最没用的人得法眼睛，人要么就是四果乃至化胆成不在行。所以说这都是佛的方善巧方便。愿从今日尽以来际，我们应该时时发愿，从今日乃至尽未来际呢，竭力往生。竭力往生比如说明天去跳崖舍身，那尽量去死，竭力往生嘛，亡不是死吗？乃至牺牲身体
意思是这样子说，应该呢常赞三宝，那三宝的功德真是赞叹不尽呢、啊，功德如此之深，所以你诽谤三宝功德，罪过之深，赞叹功德之殊胜，广度情贫，少达甚慈，我们只是报答一点点而已。诸位，我们的肩膀护着担护着责任如此之重大，我们要报佛恩，我们要报众生恩，我们去救度众生。我们现在只是在那里像那个婴儿在学爬行一样子，坐还坐不端正，那小孩子、啊、大概五六个月坐在那里坐不端正，爬啊这样子，我们只是这样，我们以这样的一点点来报答佛恩，所以我们不敢随便乱来，在佛门当中有损减佛法的事我们不能做，这样才能够报一点点。好，下面布下举破来较量，破戒的证明，破戒的功德呢还是获利无边的。下面是引证，引持轮经说，金具放纵，所以叫死人，如生网当中记引，进入十轮经那三段当中的第三段，十轮经有四段的第三段啊，就是881页那个地方有四义。那么列的眼药那一段比，所以就等。那么下面佛那个句子啊，上半句是几皮意，讲那个发如使殊胜，下面是以法合。啊，那什么叫张普发发房？发和小非常香，稀土所贵，所以常常举字。然后我们经常常就举说，那个花非常的难得难贵，优婆罗花，什么什么梨花，种种花，就是非常少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在现代这个社会，我们能够出家邪道邪戒，那是什么？分多礼法非常难得，你别小看你自己啊！我在平行寺待两天也不过如此，吃饱睡觉，你在这里吃饱睡觉的安全呢，是不是这样？你吃饱睡觉没有造什么大的恶业，没有外面很多的攀缘，你比较安全，没造恶业。你以为在外面整天在那干事，我搞不好你就造恶业，违背了因果的事情，一不小心你就造了很多恶业，你栽跟斗你都不知道，是吧？这非常难得，诸位应该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说也不要很高兴，那就啊我了不起啊，我就了不起，整天就在那卡在那里了，对不对？啊，我们只是说从相比来讲，末法这么多芸芸众生当中，乃是这么多出家人当中，我们能有机会去了解戒是如此是殊胜，我们很了不起，我们遇到了，是不是这样啊？下面他回着，见此言相是顺于情，所以说如果是见到这样哈，有些于情的人说啊，那破戒都有功德嘛，对不对？妄自怎么样，樱花在那里，哎呦破戒还这么好啊，是不是这样？破戒还这么好，那所以放优胜呢，放还优胜，但是相比佛无可奈何，这么引导说明戒之功德而已。此乃意图迎接随时之意，甚至令受意在城池啊，讲了半天不是欠你破，而欠池而已，池的功德殊胜，意思说破的比其他的外道还要强，那外道肯定是邪见，他办三宝当堕无间，将来所有的知见都没有，未来是闻不到三宝名字，闻不到父母的名字，就是这样的过失。那么破戒当然也会遭到恶报，那么下面有引文说，乃至像拍球一样拍一下他会弹上来，破戒人肯定要吓的了。那么下面呢，令其行用不惜愿求，又云
若毁佛戒，不如不受。教子圣明，圣物错会，那不要错会啊，要只要去用，要有验行期，护持戒法。下面呢，欠受，下面这一段文欠受，上面说戒的功德，赞叹戒之殊胜，既然戒是殊胜，应该要受戒。是故行者破戒之人，功德无量。破戒之人功德无量，看见没有？啊，言有初期，这相比之下，破戒之人他相比之其他众生来讲，他有一个初期。不受戒者，随流苦海，永无初期。虽然他初期远一点能够出，不受。永沉苦海就很难出了，所以叫自度论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莲花色比丘尼，他劝很多当时跟他一起的妇女啊出家。那些女人说：“我们出家受不了啊，持不了戒啊。”然后他就想着没关系呀、啊，他说：“我以我亲身的经历，我会告诉你。”他说：“我过去只是忏戏，搭一下袈裟而已。”然后我就在迦叶佛就能够出家，很远的吧？可是，在迦叶佛吊儿郎当，没有持戒，破戒了。可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又再来正式果。他说能够这样，所以说这样呢，言有出期，即使破戒有出期。那么这样说，宁有受戒而破，你宁肯受戒而破啊？那这个地方不是说啊，我们受戒宁可去破戒，劝持而已。这是说相比较功德之殊胜，初入地狱后得解脱，就开始入地狱，后来可以得解脱。不受戒者呢，轮转三界，或者天上当天人，将来的果报享尽，又堕到三途当中，不能解脱。那破戒的他会入地狱。入地狱，从地狱出来，他有戒的，上面有讲嘛，有戒的疑力所在，所以引导殊胜的因缘呢，他能够解脱。《涅槃经》里面也讲了，虽复得受防天自身，乃至飞翔命中防入三恶道中，然有无戒而至往返。这是说没有戒，这些人升到防天。乃至飞翔天当中，命中以后呢，他又到三恶道当中来。为什么没有戒？他不能住。就这以这个自度论这人相比较呢，这有戒之殊胜。那么偈文呢，下面是叙述劝呢，要受戒，戒之功德殊胜的破戒无戒来比较。自论呢，引酸饮损和利益，莲花色你当时欠的很多妇女出家，那就说这段文就讲说，就宁可受戒有初期呀、中卷里面所讲的。那么下面引大经，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讲的，就是讲损升天，乃至入三途，因为无戒，如果有戒的话就可以出期了。下面呢，第三是节欠，随有啊，如是随机广列，如是随机广列，就是说这样这些的话，对着当时要受戒的人呢，或者广或者列，有一些他听不明白的，详细一点说，他根基很利，耶列提大纲，他能够明了，所以说随机广列，令其误解。就能够明白这一个戒之殊胜，若不知者，心这浮昧，受不得啊，受戒不得。所谓受戒不得，不能得到如此殊胜的法界诸法，徒苦自他，这样呢会徒劳以自己和他人。差不多云：若存众心，这发无教。因众心来烧，能够发的无戒，无作戒体的无教，轻则不发，就是说掉意轻心的情况，这就不发。其可虚滥，理当因众，就是这样重要的事情，不可虚
说虚受，乃至呢有疑难。那下面这个记文讲到随机，就是观根基的立顿，所疑或者广或者列，根基善断的意思来开导。下面呢就引说，你心有核心，心有轻重，所以受的戒法呢就有不同，以如此开解。这讲净之广，净既然如此之广，那么有核心来承受呢，所以下面讲发戒，就是从心来言，就从心量如何管。那么记文说，如诸律论多言善品，律论当中都说善品，那么怎么个善品法，所以这里要提。前引多论，但引真善，只是说真善啊。彼论又于五十句中各分善中下心为九品，也就是说五戒十戒祭足戒都分三品心，有都有所得的戒体呢，都有三品心，也就是说微品心得微品戒，中品心的中品戒，上品心的上品戒，它叫小心，它叫做微品心，都有三品。然是通论心之浓薄，看你心是重啊还是轻呢，浓薄就是轻，亦不可是三品之下啊，亦不明示三品之外，没有说明三品之下是什么，始终亦令受者知心限量，故曰文义次第明之，读此经想一戒不数。就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详细了解，其他就不讲了。那下面他文的发应该发三品心啊，应教曰应当发三品心得善品戒，若下品心乃至罗汉呢，戒亦下品。如果你即使是罗汉的话，受戒花的是下品心受，那么就得下品戒。记文这样，为善品，故知中下非是正义，也就是这里所示，希望受戒者都能够发善品心，这是正义。下心中心不是这里所要讲的，但是要提一下什么叫下心，什么叫中心，这不是正义。正义是要发上品，唯显上品令之优劣。若下毗昙所明，若下是下品啊，有一罗汉呢，有一罗汉戒是下品，有个罗汉受戒是下品戒，年少比丘戒得善品，可是他发大乘心啊。在维摩诘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我是罗汉花罗汉心自了之心，那称为骄牙败种。如果是凡夫能够发大乘心，他说这就是将来能够成佛，即中诸我位，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他说淤泥啊里面能够长出莲花，就是说凡夫当中发大心就像淤泥长莲花一样，可是这些罗汉呢只是治疗图治疗啊，就像败种不能成佛，就这样比喻。所以说这罗汉呢是下品，这个善品说发大心皆以最初发心有益，乃至就最初发心很重要，乃至呢始从凡夫终至无学，就最低到最高，从声闻来讲，立诸皆位更不增长。就最初发心发得什么心，凡夫心乃至到罗汉无学位，当时受戒的时候发一念何等心呢，一直到最后那个戒说不能增长。那就是说你持的功德是有啊，你原先所得那个戒体啊，说这里讲呢更不增长。我云如果可以增长的话，不需要一直强调说呢受戒的那当初意念非常重要。如果说后来可以增长，那你说没关系呢，开始不知道，那么你们以后慢慢学慢慢发，所以那一念很重要。受体是定，看见没有，或云受体，这有人讲说受体是定，随行有增，或曰作戒永定，无作随增，并具如后
就随行无作通真，就是随行有持破啊，那受体当中有回受，不，但是说戒还是一品，就你持的将来怎么样，但是原先发的是一品。他说毗婆律里面讲呢，毗婆律这个不知道什么律哈，下面也没讲出什么律，就是说在藏经当中也没有律出来。发心我求道，我今求道，这样发心记住受戒的时候，我今求道，当救一切众生，众生皆悉受命，以此是受，是下品卵心。这样受戒还是下品卵心，虽得佛戒犹非善胜呢，就这样发心还不是善胜。他说求道那只是小果而已，他讲求道小果不害生命，佛无非讲说度众生是希望呢究竟度啊，究竟度，而不是说啊这个爱惜生命，我保持他的生命那就算了事。所以有人以为啊那个做慈善那就是行菩萨道，那只是一点一方面而已，不能完全说那个做慈善就是行菩萨道，这了解吧。佛陀是教义家，而不是说慈善家。你如果做慈善，那那些没棉被，你给他一床棉被；他没米吃，你给他一点米吃。佛讲六度，但虽然赞叹财施，最重要的呢，还要法施。法施使能使众生做究竟度，以法能够得度生死。你不是说给他一点吃，给他一点米呀、啊，给他几件衣服，他不是究竟度。或许呢会增长他的贪心，他觉得哎，我不劳而获蛮好的，人家给我东西他还想要，经常还想要。那有一些原懒好吃懒做的人呢，他经常会跑到一些政府部门去要那些救济啊扶贫啊，这样他觉得说要一点来，他经常会去要，其实不是究竟的。再说呢，我们众生去行布施的同时呢，往往会着相。你不以法作为引导的话，你会着相，认为说我做了多少慈善。做慈善的人他常常会去累计啊，我在今年在哪个地方哪个村我给了多少人张三李四，他登记起来，然后我给他花了多少钱，这无形当中不是一种相吗？那么真正那个布施要做到三轮体空，他无能施所施和所施之物，哪里还在记在那里耿耿于怀呢？就这也不是菩萨道，或者说那是小菩萨正学爬行而已，做一点这样，他自我安慰说我在行菩萨道。可是他都没有告诉，有一些做慈善的甚至说都没有告诉人家说你应该念一句佛念一句法念一句僧，都没有这样啊，我只给你东西你要讲谢谢就可以了，是这样。那谢谢呢不能种善根呢，是不是这样？那是圣言量，你必须要念到佛法僧这样的名字他才能够种善根，那是殊胜的境界。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的乃至闻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字他都能够种善根得利益，所以说他的名号不可思议啊，他功德所在。所以呢你只是护众生命，这里讲说不能让他解脱，那是什么？是小乘心。如果说以法去开解，依法开解，自己已经享受佛法的好处，把这佛法告诉他人，那叫什么？小菩萨，还不是大菩萨啊！如果做众生的究竟度，引导众生正大涅槃，正佛道，成佛道，
那叫善品心。我们只说啊，你发，发菩萨心要度众生啊，求佛道啊，那就是得善品心了。但是必须要有前面那个体量的基础，尽如此之管，你起着好药之心，然后来发这样的心，我去救护一切众生，众生无边，戒业无边，只这样才能够涵盖相应。好，我们看经文说，这里呢所讲的这个毗跋利啊。是藏当中没有录出来啊，那我们不管他，他只取这一句话：求道者所期果，要所期正果。那么救众生是所修之行。下面说，虽然虽救生呢，行有浅深。从救度众生来讲，有浅有深。所以说，那个做慈善当中也可以分成说，有浅有深。一呢，不害彼命；二，以法开导；三，是做究竟度。前不得后，后必兼前。就这三句，究竟度它包含了不害彼命、以法开导。如果人只是不害彼命，未必有开导和究竟度。所以说前后不相，这个相涉意义不一样。皆亦推之，初当复命。第一个，前面只是复命啊，不令得脱啊，未必能够让他解脱，护他的命而已。你说我们经常买一点放生，那放生是培养我们一种慈悲心。我们过去是杀害了他们，把他们吃了不少，现在呢，培养这种心，弥补一下。我们上一次换的那个田螺，有人说那个大水都冲下面去了，怎么办呢？我们放了，他遇到灾劫你没办法。广东这两天发大水，很多地方都冲了淹了，那也没办法。台风本来说福建呢，滚来滚去滚到广东过去了。前几天不一直说在福建登陆吗？就这四号台风，现在滚到广东去，那少灾很严重啊，各个地方都就水灾。那么说这个放生只是护他的命啊，但是不能做究竟解脱。我们虽然也把他拿来皈依的时候，是在他有没有皈进去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没有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给他讲开示了，他也在底下叽叽叽叽叫，是不是？我们培养这种心，让他有这么一念种善根之心，同时尤其在我们自己要紧。如果只是这样做的话呢，我恐怕也是说一种小乘之心啊。前因就道，正即就是小果。中品所修习之，就是说第二呢，以法开导，自他两利，度非究竟。这从度来讲还不能究竟，只是讲讲而已。所以说我们凡夫去度众生，即使会讲经登台讲经说法，我们还没有讲到天花乱堕，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讲到天花乱堕嘞。祖德祖师们会讲的天花乱堕，天花乱堕现在成了一个词语，好像说你讲的条条是道，那就叫做天花乱堕，没有堕。但是还不能做究竟度，为什么呢？从自身来讲，佛也讲说自利利他，自己未利焉能利他，自己还没有证道你怎么能利他呢？我们讲到究竟的时候，讲到离体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们说那佛性平等啊，那见到说见到位啊，初登初欢喜，你见到非常的欢喜，我们只是说非常的欢喜，是不是这样？那欢喜什么程度啊？那到底什么个样子啊？社会上有些大学生常常问，那到底是什么个样子，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子？如果能讲佛法就用讲了，不用修，是不是？那是大家用讲佛法，不要去修佛法。佛教是什么？为证乃至，他在以证，在以实践。那些讲只是一个引导，一个路径，一种手段，
它不是目的，这要紧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去讲度众生呢，那这就是说发一点心，这下算小菩萨。不要以为我们会讲就是啊，那是不了得大菩萨，但是我们恭维人家讲可以讲啊，你是大菩萨啊，了不起啊，讲经说法啊，是不是这样啊？按这里讲说，那是自利利他这个角度来说呢，不能够做究竟度。虽其佛果行处中间，往前虽甚，比后优劣，就善品来讲还优劣，比前面那个只是救众生命呢还要甚一点。上品引导令至涅槃，同归佛道及大涅槃境。大菩萨行呢，你看为什么我们要去成佛？那有人说你们就自私自利，一定要想成佛，过得想好日子，是不是这样？成佛不好日子过，不痛苦吗？那众生痛苦啊，你们就离开众生自己去享受啦。唯佛度众生才能够圆满。你看我们上一次讲了，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住世只是80年而已，可是他的影响到现在，他的遗力还是这么大。祖师大的德门虽然说他影响也蛮大，可是跟佛相比呢，差是又差。中国出了很多祖师大德，但是跟释迦牟尼佛相比呢，差老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成佛，你才能够度广大的众生嘛。嘿，我们大家不要着急说啊，赶紧，我现在学的不少了，我应该出去弘法了。我们说从这个心来讲，为整佛教来讲，应该说大家都不说不就完了？房经没有，房土也为贵呀。佛已经入灭，祖师也入灭了，大家都不讲，那谁知道佛法呢？不得已，我们也在站在上来，也哇哇哇的讲，是不是这样？没有房经嘛，房土弄一点也防房的嘛，那房土跟房经能相比吗？没有你也得房土也好，是不是这样？这种道理在这里。但是说我们所期的要成佛，他能够度广大的众生，他有广大的神通自变，才能够度众生圆满。你看到没有？能够令众生自涅槃呢？你看佛释迦牟尼佛在世，我们看经书乃至阿含经里面说，他讲很短一句话：色、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空。底下人就悟到了。那我们也读了多少遍呢？对不对？我们跟人家讲过很多遍呢，人家也没悟到，我们自己呢还在那傻傻，对不对？那《金刚经》我们也读了多少回了，读了多少遍呢？还不过那个样子而已。所以说成佛何等的重要啊！就这样才能够究竟你的大菩萨，你一讲一说，能够人家就能够见到。你看禅宗祖师呢，那个人的行脚来，他就看出他是什么毛病，他点出来，然后他马上就开悟。就这样子，这样呢才能够度众生之涅槃，才能够这样。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来头是如何，也不知道，常常牛羊眼出发，认为说这个死鬼也不怎么样，不留他，是不是这样？看不出来呀，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搞不好这菩萨都给他赶跑了，没办法。故此应该要发大心啊！准沙弥品的三位配置恰然符合，就这三位来相配。学者呢自此啊，以喜明辨三心所期行果分期，就是说这个果所行所期的果报分期不同。就记解释但述名言，就记说他有一次解释只是名言而已。直见讨寻呢，殊无之数。怎么讲？直见讨寻
诸无之数，怎么理解？再看你的那个古文的程度怎么样啊？怎么讲？搞学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知是黑，素是白，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知青红皂白，不分彼此，只是这文来的念一念，书无之书，就是说不分这该讲不该讲，怎么对机，怎么去分析，就叫不分。那就说所发的境和能发的心，这里面都有区别，要分开啊。故当跑事不可笼统啊，应该要详细的分析，不可笼统。笼统就是说不简别，只是说发心，发大心，发大心怎么发？所以这里要分别开来，境是什么？七所七的果是什么？这里又分成三种心、三品、三心，如何去分辨？这样才了解呀。一二就一名字，一二指哪一二？中品、下品。云何中品？若言我今正心向道，是中品。解众生疑，我为一切作精良，亦能自利，复利他人，受持正戒。你看这样子是中品而已啊。基本上所七果也佛成。解下呢是名两利，自他两利啊，精良是比喻众生呢是堕于，所以要开解。故受生死，那么开解呢，令他能够度脱生死，所以这是比喻，这是中品啊。然后上品，迎合上品，若言我今，这就叫做就是两义，就上品、中品、上品。我今发心受戒，未成三句戒故，未成三句境界的缘故，去三解脱门。正求泥凡国，已有于此法开导众生，令至涅槃，正法久住。以这样的心才叫做上品心。那么跟中品心有何区别呢？上品跟中品有何区别？它是完全归摄大乘，以大乘戒那个思想来圆融三机境界。大乘菩萨戒才叫三机境界啊，声闻当奉没有讲的三机境界。去三解脱门，求涅槃是大涅槃果，求涅槃，然后以这样的引导众生证涅槃而已。那么上面这里所讲的解众生疑为中粮，利他受持戒法，你看相比就有差别。那么我们看这三品，出名自利行，右下名利他行，右下名利他行，就右持法引导众生，上面是自利。令法下的名护法行，初中发心受者，即是正受比丘戒的时候，正修是比就是心。未成下的名眼期，目的是要成佛啊。上两句是大乘三学，就是因行。下句呢求大涅槃，就是缘果，从因行导致果德。三际境界本来是出璎珞经，璎珞经是大乘菩萨思想啊。所谓叫什么叫句呢？叫总色为义，小乘七句从教一论。小乘讲七句比大乘还多好几句，是不是这样？哈哈，其实他三句融摄了小乘的七句当中，他的色利益已经包含的小乘的色的七句当中了，有吧？从教以论菩萨三句色行思尽，那么是哪三句呢？是色利益、色上法、色众生这三者。什么叫做色利益？利益是通尽自
通静字，所以名律。通静字，名律。静止，我所制的戒法，就利益净恶，结业烦恼，究竟断故，名为止行。设利益是止行而讲，所以小乘的七计只是设利益就设尽了。十善法，四处世间大小修正究竟修故，即是坐持行。那么声闻界也有坐持行呢，但是坐持声闻的坐持行只是从比丘僧团的行法，但是为比丘是一种形象乃至法久住的一种做法。那么这里说他这里为的世俗是修正究竟修故，这是坐持行，这一切善法。是众生一切寒食，寒食就是有情的意思，它的色应当中有食所在，叫做寒食。究竟度者，究竟度故，即四色行。所谓四色是布施、爱以、力行、同事，也名为饶益有情戒。此三呢，悉配三托三四弘三身四德，如别所明。那么这里我给你说明一下，也就是说三际境界所具的德，这就是舍利益、舍善法、饶益有情三者，它能够呢，这三种就是，那三级境界，无非是断恶，是离染。离染心，舍善法，你修诸善法必须要种种方便之行。度众生必须要有慈悲心，叫慈悲行。慈悲行，那他上面说去三解脱门，去三解脱门，那么这是去无作门，方便行是空门，空门。这是无相门，离染无所造作，方便修诸善法必须远离诸相，所以必须要空。那么修慈悲度众生，无众生可度，菩萨的大心是这样，所以是无相，是去三解脱门。那么成就呢，三身，这是正法身，正报身，这是正应身，成三身，还要成三德，这是断恶，成就断德。报身成就智德，他修诸方便，你必须要有智慧才能够修诸方便呢，就智德。应身叫做恩德，成就三德。我们下面讲说，成就三解脱门、三身三德，还有四弘誓愿。
四弘誓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在三际境界是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三际境界当中是属于什么？度众生的嘛，老亦有情色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呢？修利益是不是？设利益界。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都是属于设善法的范围。就是说法门誓愿学和菩提誓愿证都是属于设善法的范围。你修菩提，你积极资粮，那都是属于修善法。那么这样呢，就是说配三托三三身四弘三德都具足了，那就完全是大神菩萨行。好，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诸佛出世第一块，闻法奉行。